实智一乘信心领受，用宽方便脚踏机，实智本具妙善根，渐以方便教大法，感悟宇宙遍法界，我道是教释本怀。啊，咱用心吧，咱听法这么久了，是不是法有入心啊？无，那有入心啊，咱的智慧清净的本性，应该呢，都会当体会一性真实法合法。佛陀为众生开示，就是随顺众生的根基，用三乘教法。其实佛陀啊，只为着一乘法来人间，却是爱分成三乘法来顺应根基，真辛苦啊！那就是因为众生啊，根基无精济，咱的心念，咱的智识，就是无精济啦。佛陀才都爱用种种方法啦，啊，真侪种的方法，都爱用真长的时间，也那无法是这么简单一生实法，但是众生根基无精济啦，也阁是无法度呢听大法，接受大法，所以都爱用遮久的时间。所以本来是一识智一性真实法啦，甲咱讲的就是阿弥的法，众生根基的差别啦，所以都爱用宽方便啊，先卡来导机思考，这是个真辛苦的代志啊。所以识智本具妙善根，佛陀本来知影众生啊，都是本具真如本性，人人呢都有善根，有微妙的善根啊，人人本具啦。可是呢，咱就是安尼的流失，流失了咱迄个明路。清净心，亲像一面镜，这么清，啊，就是因为呢，真多的污尘呐，污染的尘埃，一层一层卡落去，所以迄个明亮光辉，
真如本性啊，发未出了迄个光亮出来，这就是因为遐污尘污染的尘埃啦，慢慢失去了这份明亮的质，这就是咱众生。人人本具有的明亮的质啊，本性，就因为安尼，所以迄个光亮明照，就失了迄个明气咯。所以佛陀啊，都爱阁想办法呢，安怎样？渐渐会去的因爱啦，要一长久的时间啦，所以渐到渐渐来接近，渐渐来教育，就亲像咱未完自性。有时阵要去接近一个个案啊，都爱用真久的时间，甲伊陪伴感情，伊才愿意接受咱。咱讲的话，伊才愿意听。好，伊的厝内底真垃圾，才愿意予咱甲伊拼。愿意予咱甲安排一个真干净、会当生活的地方，真诶，世间诶菩萨啦，要去接近苦难诶众生，因为苦难诶众生观念思想。拢偏差去了，人间的菩萨嘛，都爱运用安尼善卡方便去看看接近伊，渐渐的去帮助伊，可以一旦得到呢，最后真安稳，有所依靠。生活无烦恼，唔免惊，有人来陪伴，这种渐易方便教大法啦。这是咱伫人间常常看到，伫咱的范围，甲咱的同伴菩萨。任何的一个地方，都是用安尼的方法来接近苦难人啊！何况讲佛陀对待咱众生，众生因缘呐，迄种思想观念偏差。面要对遮尼真多，安怎样，予人人了解安尼的法，予人人呢，甲心啊，法接入心，爱阁慢慢培养伊，迄个习惯呐，就是安尼，安尼做，法安尼入。法安尼行，一直到起心动念、开口动舌，已经拢习惯啦。回归到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，真实上呢，看得真清楚，会当。安尼
这就是佛陀要来切咱的心境，予咱启发咱这个大圆经地，大圆这个境的智慧会当明朗出来，所以要用真长久的时间哦。所以佛陀是觉悟宇宙遍法界，常常讲，咱了解了解的代志，就是敢那伫咱的周围，周围几个人啊，伫咧生活，咱互相了解啦。啊，是毋是透彻了解呢？你了解伊的心意无？哎呀，个人的心啊，我哪有法度去体会伊的心意呢？干那了解伊会晓做这行，啊，伊专长是迄行，所以会晓做诶，啊，我都予伊成就做这行代志。啊，伊的专长特色，啊，我都予伊做这行代志。啊，伊到底心里想什么？我唔知啦。咱的凡夫呢，了解范围才安尼俩定，较远的、较快的、较侪人的，啊，咱到底会当阁了解偌侪呢？一觉悟，就是了解天地宇宙啊，遍虚空法界啊，人事物的道理，无一不清楚啊。这就是觉悟宇宙的大觉者啊。所以，伊觉悟了后，无处不通，无理不明，所以伊通达一切，了解了后，众生啊，一苦一源头，天地大乾坤不调和一根源，人间呢？苦难偏多，一是非无明，佛陀完全了解了，所以悟道时到，十分怀呀，伊了解众生啦，伊觉悟了后呢，伊释放出了伊的本怀，伊所觉悟的境界，这烦恼的根源啊，不调和的起点，到底是安怎来？得一一呢，甲咱说明。啊，但是呢，难啊，就是难。咱干那讲咱家己，听经偌久啦，咱会当体会偌多啦。啊，咱有改变无？咱的心态呀、啊，过去的习气呀、啊，咱有改低啊无？脾气真大，真火。动不动就动怒，到底安尼的习气，咱有改未？那是拢无改善，就是发无入心。也那是有改善呐、啊，有改变，这是表示呢，发伫咱的心中有伫咧进步。
者，无伫讲年岁大啊少啦，也也无一定听法是久啊是近吼。那有诶啊，就是根基进来也当。反应真紧，就亲像讲一个六岁的囡仔对伊的爸母讲话，因为呢，伊的爸母啊，总是呢，安尼脾气真大，两个人因为爱而结婚，结婚了后啊，啊生一个囡仔。无偌久呢，因为个人的脾气真大，啥物人都无要让啥物人，所以常常讲话呢，都、就是恶言恶语相向吼。有一天啊，这囡仔，这查某囡仔真可爱，来伊。住伫加拿大啦，那这加拿大一小小小的女孩童，爸母呢，因为彼此脾气大，啊，就是分开啦。伫这个囡仔六岁，啊，两个翁母啊都分开啦。啊，虽然是离婚啦，不过呢，人。也阁定定见面，好亲像，也是大做伙一款啊。所以有一天，老母开着一台车，伊要入去内底啊，外口有下柜啦。啊，下柜呢，可能是离婚的爸爸，把这个下柜啦刷卡出来。啊，老母开车较紧啦，这查某囡仔坐伫老母的车底，啊，都赶紧甲老母讲停啊停，叫伊车停落来，因为呢头前一个下跪啦，但是讲停这个中间，迄、那个下跪已经互车弄倒啦，安尼呢？落来，开始两个人啊，已经离婚的翁母啦，就伫遐理论啦，大声理论。啊，这查某囡仔呢，就甲老母安尼扭哇，扭去边啊去吼，哇，一段呢真震撼人心的故事。安尼发生起来啦，伊甲老母扭起迄个楼梯卡林，啊，伊就坐伫迄个楼梯的这阶林，还坐伫迄个所在呢，真像像大人共款，就对着老母讲啊，妈妈，你到底呢是毋是愿意？伊做朋友，他没有说爸爸，伊就讲：你敢有愿意阁甲伊继续做朋友？因为一个大做伙嘛。妈妈的回答就讲：有愿意。那这个囡仔就安尼讲：我希望恁爱会当。官官在上，哥哥在上啦，迄、那个坏脾气啦，啊，安尼调整到安尼矮矮的，可以调整较低，搁较低落来，会好脾气无？伊安尼讲了后，搁一句话讲，我的心啊，真特别。其他的人的心也很特别啊，每一个人的心都很特别。如果啦，咱若是活在一个
真歹真歹的世界呢，啊，咱呢，人人拢变瘦，变成了怪兽啦。因为大家人的心拢真特别，啊，咱人人的心拢真特别。咱呐活伫这个真歹、真歹的世界，啊，是不是人人拢变成了怪兽呢？实在这世界上啊，好人呐存一点点啊，然后呢，咱大家人拢是把咱这的好人。这怪兽拢把好人吃掉去啦，安尼要安怎啊？那最后这个世界只敢啊存着怪兽呢？定安尼甲老母讲吼，佮讲我爱你，甲我的老爸爱好好做好朋友，我。无歹意，佮叮咛一句，我无歹意吼。我只是呢，希望每一个人都会当都是好朋友啦。如果呢，阮人人，咱大家人人呐，拢是乖乖，我相信咱人人拢是会当做会到，要做到乖乖啦。人人拢做会到，我爱妈妈甲爸爸，要每一个人呢都是好朋友。我爱每一个人都爱有开心啊微笑，这是我足期待。爸爸妈妈甲我，大家人每一个人拢会当开心微笑啦。这个囡仔对老母安尼讲话，伊嘛讲，我希望我也是会当做乖乖的囡仔。我嘛希望阿妈、甲妈妈、甲爸爸，大家人呢，拢是同款呐，大家都是真幸福，做一个真好、好脾气。的人，大家人拢开心、微笑的人，真呢，这些一个囡仔呢，安尼啦，虽然动言动语啦，确实呢，会当对老母呢，讲出了这么正有智慧，咱的人性，所以叫做人性啦，就是。真纯真，有智慧。咱的智慧呢，是超越了一切的动物。咱同款是众生之一，不过人啊，是真特别，特别人人呢都有，会当表达的真如本性。但是人人也真特别，各人啊都有无同的脾气、见解，所以世间呢会变成到唔是人的世界，好亲像动物的世界，都亲像怪兽的世界。那安呢，亲像这个囡仔讲的。怪兽呢，那多啦，好的人剩一点点啊啦，安尼拢互怪兽吞去。你想这个道理，咱啊是毋是爱多用心去体会呢？咱人人人性，那卖不掉去啦，兽性啦。众生恶念一起啦，就成为动物，畜生道啊！啊，人人呢，这个心态拢是畜生，安尼呢，咱好好的人，这感就是
拢将好只个德性吞噬去安尼，这就是上担心的代志。那人生应该爱真用心嘛，去体会。所以佛陀呢，来人间就是希望咱人人回归本性啊。有歹习气呢，甲怪兽同款的习气，咱来赶紧改啦。改倒转来是咱人的本性，人的本性赶紧修，修倒转来依佛同等的佛性。那哪一档案呢？就是这人间才有救啦，也那无呢？灾难偏多啊！正面的经文讲：逆时必佛受沙弥请，各二万劫以乃以数众之中，说是。大圣经名妙法莲华教菩萨法，佛所护念呐，这是教菩萨法，这是佛呢最大的心念哦吼。那人人啊，爱听佛法啦，体会佛理吼。是佛的心念啊，佛来人间，莫非呢？就是要教菩萨法吼？那希望咱人人啊，爱体会佛的心念。这些佛陀以《感化华经》啊的用意，就。解开伊个心怀，来讲说《法华经》，希望人人会当体会。下面接落来的经文呐、啊，安尼讲吼，说是经义啦，十六沙弥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。该供修持方向通理，吼，说是经时十六菩萨沙弥戒食信受，起码已经十六沙弥呀，这所追求佛为因说大乘。大乘法啊，就是无上正定正觉。大通智胜佛啊，因起啦，开始说啦，说《法华经》啦，就是大乘法经已经讲啦。开始呢，十六沙弥呢。都是真用心修持，这个《妙法莲华经》为欲成就正定正觉果，这《法华经》听入来啦，为着呢，我要求法，我求法的目的呢，就是要。得到正定正觉，会当完成，这是因求法的目的啦。所以，该供修持方向通理。
叫做受持呢？要受持啦，就是爱心力深固，这叫做修。咱既然听法啦，咱爱大心有真深的信心啦，佛法呢，才有法度安尼铭刻伫咱的内心。咱爱信受奉行，这呢就是信爱深呐，信受奉行呐。那念力爱坚固持，咱爱修持，咱发入心，就是咱个咯过去。咱的真如本性已经予无明烦恼压迫，咱失去了一分的无明啊，那就一分的清楚。咱决心呢，一定爱真用力啊，了解，知影用力来修行。用咱呢，把这个无明呢，一呢，改去除。知影讲，安尼修行啦，自然呢，迄、那个过位去除啦，这个明路的本质，咱呢心境都会明。所以，既然是了解啦，咱都爱用力。受持呀，所以念力坚固持，心心念念呐，一念要安怎去除无明呢？这咱爱真坚定呐，安尼就是受持吼，咱爱坚持落去。即使要修行啦，不管什么款的困难。我还是呢，要坚持，这呢是念力坚固，一个愿生两愿弘。那么，那念经一定爱念出来，定定一定直直背诵啊！啊，这个背诵的声，唔是真急。是安尼，缓缓的，好好慢慢念，爱念得呢，字字清楚，声爱放出来，所以缓心两个，一句一句呢，清清楚楚，这来放上吼，那。直声放越上，这个声爱放好大出来，爱句句清楚，叫做洪亮声爱出来，那字字清楚，这叫做洪上吼。那咱心力坚固，念力。坚持，安尼叫做受持奉行。读经的声音呢，咱来弘扬，那句句清楚，这叫做奉行。咱逐天伫咧做扎课，嘛是爱安尼念出来啊。听经的时，咱爱。句句清清楚楚入咱的心，咱爱发挥了咱坚定受持法，一定爱入心。知影讲唔对的，爱赶紧及时改过，爱用力坚持改过咱过去的错误，无好的习气。咱来赶紧一一呢改过啦，
在讲弘相啦。弘相就是听了后，咱呢爱搁再回想啦，就听了入心来吼，听是伫耳啊，爱入咱的心来，久久呢再搁再复回复相吼，那通理呢就是思会。所以咱爱听了后啦，咱爱好好的内心呢，再经过思维，这叫做通理吼。那修持呢，叫做修慧。听了后思维啦，信心坚固啦，咱爱好好呢依教奉行。叫阿弥来修啊，所以爱闻思修的智慧，咱要听听入去，爱搁在不断的回想，才会当根基伫咱的内心，这句句听伫咱的内心，当着代志呢，那无事不通。这就是咱的境界思维，遇到代志、人、事、物要处事啦，要做代志呢，无不通理呀。这必定爱咱好好在佛法中啦，好好修持吼。那无呢，实在讲，听经正耳听，倒耳出去啦。也那无呢，就是听一半，一种断章取义吼，安尼呢一知半解啦。咱爱好好用心吼，读诵通理吼，修持弘相通理，咱爱好好用心修持，这是。十六沙弥呐，伊会当领悟呢，这个大乘法，哈、啊，真幼细个囡仔，也是沙弥呐，就是也未成年，则是受沙弥戒念定。但是呢，佛伫咧说大法啦，伊会当修持弘相通理。就是真特殊吼，那会当说六波罗蜜吼，那究竟自利利他大行，伊会当通理对大乘法拢了解啦，所以伊会当用种种的方法嘛，会当去说六波罗蜜啦。六道的方法，都假，迄、那个六岁囡仔敢唔就是呢？会当叫老母讲，恁敢袂当把坏坏的脾气，安尼好好的放低再低再低，敢袂当安尼呢？对啊，咱人人这么歹的习气啦，这么无好的习惯，咱敢袂当？安尼改变过来呢，那会当安尼改变过来啦，自然呢，咱就会当得到
究竟助力利他的大行啦。再发发华经的过去啦，阿含红顶不济啦，这个过程啦，红顶大美就是中道的道理。弘定的意思就是弘净，是心佛众生拢总平等的道理。这是伫《弘定经》内底呢，真侪的道理啊，无不都是呢，安尼弘弘净净吼，那向大家人伫咧宣说心佛众生平等。这些道理在弘定的时呢，佛陀已经讲了，这也是要讲《法华经》的过程，就讲这个《弘定经》，所以地说弘定，所以这些沙弥呢，会当说六波罗蜜啊，也是呢，经过阿含，经过弘定啦。各有够法则，所以会当伫这个六道啦、万行呢，佛陀所教化的这个菩萨法啦，因会当了解，方向通理，拢总了解哦。各伫说法则修持等等啦，真呢。无不都是滚滚佛用啊！每一段佛陀所说阿含一段，伊了解啦。众生根基小啊，声闻呢，由这个阿含素体十二言呐，这些代志安尼一一讲过。接下来弘定呢，众生平等啊，一大乘法要开始。同时呢，来到佛界呢，分析啊，所有一切皆空的道理，一因呢，就是安尼过程修持咯，滚滚佛用啊，拢根基伫内心里。这十六沙弥在咧听法是安尼听的啦，所以无漏气吼，那应上戒教修学，所有的呢拢总有修学过来，这就是十六沙弥第一法，滚滚佛用每一个法呢，都是伫伊的内心里啦。所以我们要真用心去体会，咱佛陀安怎来人生？人生的目的是为什么？为着咱众生因缘，众生呢烦恼无明偏多，所以不断啊，真辛苦。希望人人接受菩萨道。人人呢，会当立人群呐，去主导导他，即希望人人唔通敢那好人存一点点嘛，唔通呢，歹人变真济，拢总亲像冥兽，啊那安尼要安怎呢？好人爱国较济咧，噶歹人呐、啊。该降服过来，佛陀呢？一十号，其中调尼师，调尼师呢，就亲像拄只迄个六岁囡仔讲的，人人那脾气坏坏啦，歹脾气啦，那这个世界拢变作冥想。啊！若冥想真多，安尼要安怎？所以冥想呢，
就是需要调耳师啦来调伏。看这个囡仔讲的话，敢唔就是佛法呢？动言动语啊，十六沙弥啊，嘛是同款啊，听法。佛陀所讲法呢，这么长久说法，伊安尼一一听过来，一一呢修持方向通理吼，这呢就是咱爱用心呐、啊。所以下面再一段文讲，说是经时十六菩萨沙弥。解释信受菩萨沙弥哦，吼，那就是大通地性佛讲说《法华经》呐，《妙法莲华经》迄当中，这沙弥名称沙弥呢，伊则是受十戒呀。本是小乘，但是细细汉的囡仔沙弥，他就会晓要求佛道。虽然是受十戒，却是伊的志真大。佛讲了阿含方等八劫了后呢，这十六沙弥。在清分的讲说大乘法，无上正等正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就是说大法，是大家人想要追求依佛当顶的佛见、佛知、佛见，这是十六沙弥的清法，可见。过去啦，阿含方等八劫，伊拢听过啦。即当阵呢，是自求佛知佛见佛道，这些因现在所要追求吼，所以现在因的意向是要修大乘行，所以称为菩萨沙弥呀。因为听方等八劫经啦，已经呢经历过了两万劫中，时间真长啦，佛修足长个吼，那都亲像咱人间伫地球啊，咱安尼一年是365日啦，但是呢。咱地迄个其他的星球，因的年呀无同哦，好亲像冥王星啦，伊绕一年，伊的一年呢是咱的160几年呀，同款伫太阳系内底哦，即咱一年是365天，伊安尼绕一年呢？是咱的年吼，160几年呢，所以这个、时间无同啦。大通地性佛的时间嘛是同款正长，所以伊伫咧讲法的时间，佛佛道同，不管伫什么世界说法啦，同款处事是同款啦。佛陀42年后讲说《法华经》，那大通地性佛呢，20000劫以后才开始呢讲《法华经》啊，所以有方等八劫呢，包括阿含呐，安尼已经经历20000劫，用20000劫的时间。讲阿含方等八劫，所以
因体会到了修六道行啊，所以堪称菩萨。啥物会当称为菩萨？哦，咱人人拢会当称菩萨啦，只爱你呢发大心立大愿啦，那行菩萨道啦，依教奉行佛陀的教法，安尼甲咱教，咱安尼来做，助你搁兼利他人呐，自己修福再造福人群，这拢总是叫做菩萨。杀道，所以咱爱好好用实地吼，实地啦，一生真实法。咱所谓思维呢，一方向是希望咱会当依佛当顶的智慧，佛知佛见呐。所以咱爱迄个实地一生实法呢。咱爱身体力行来修啦。佛陀虽然啦，伊过去已经拢用宽方便啦、宽卡随机祷告吼，讲真侪方便法。其实呢，遐个方便法呢，是咱的基础，互咱了解搁较侪呢人间法啦。咱唔知影人间法，要哪有法度呢？出世间法呢？所以咱还是这个方便法啊，咱爱重视阿含时的四谛十二言呐。咱若无清楚，咱要安怎样再向佛的境界去精进呢？所以咱应该拢爱知影，爱先培养呢这个善根吼，培养咱的善根呐。咱若欠掉了善根呢，那要那有法度教法入咱的心来啊。所以咱爱好好啊，这用心来坚持吼，信力爱深，念力爱坚固啦。所以。咱爱时时把这个法呢，培养在咱的心灵，咱才有法度呢，安尼好好一一好好用心啊，伫文殊修吼，那那会当安尼啦，听经了后，好好搁再思维一下，然后呢，咱身体力行，那无安尼呢，咱是。无法度去体会宇宙法界的真理，讲就是爱咱爱好好用心。过去呢，的迷失实在是太久啦，失去呢实在是真深啦。咱一当阵呢，真正爱用心用力来坚持啦，爱好好呢，那文殊修所以。多用心啊！